我私人好物就是这个，这个是一个指戒，但是这个是需要用大拇指，然后才能穿进去的，非常的时尚，非常的时髦，非常的高端，我觉得。你看这个香蕉就很高端，好，下面开始进入正题。私人好物，噔噔噔，是一个耳机，对，就是像我这么有音乐细胞的人，每天都要听音乐，干嘛的时候都要听音乐，比如说洗澡，吃饭。 上厕所也要听音乐，大家平常也要多听音乐，音乐可以治愈人，也可以激励一个人，都可以。最近比较听的多的一首歌就是我们的歌，要，对，我们的新歌，对，我们在5月20号见面会上发的一首新歌，因为我们那个舞，新歌的舞特别难，所以每天都要听那个歌，然后去练那个舞。这耳机用了快一年吧，挺每天都在听，就陪伴了我很久的一个耳机，算是陪伴了我。 时间最长的一个耳机了吧？其实刚才还不是正题，最后的正题来了。其实我每天都在的随身好物是你们，你知道你们在哪吗？你们在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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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在袜子里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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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在心里，你们在这里，对，你们就在这里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就在心的上方那个位置啊，不对，你们是把心填满的那个位置。